来气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，我这边的镜头哦。好，最后看一下右手边，哇，这边镜头更多了。好的，再一次的谢谢各位代理人还有方布，我们先谢谢方布，让他回到新爱丽都好不好？谢谢方布。哇，那方布回去的同时呢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刚刚方布所提到的集装箱要怎么拿到？除了在舞台上可以拿到之外，记得在摊位内，我们今天降噪测试，当然了呢，还有几张卡来招募各位神将，所以记得提前可以换得到喽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几位代理人，谢谢。哇，当然如果觉得说在舞台上面捕捉不够身影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待会晚一点呢，在各位的正前方这边穿越过去呢，都可以看到各位代理人一一出来让大家来拍照。